我是诺森，我是阿森，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大家是非常期待的第一集 CSM 系列，好不好 ？CSM 系列的话，因为我最近买的有点多，对，钱包不存在。反正我们上次在这一期的投票之中，我们投出来第一名，大家想要看两人的 1.5 版，所以我就开箱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这应该是全台湾最快的1.5 版腰带，因为呢，为什么会这么快拿到呢？因为这个是在日本那个 The Henshin 的一个变身场地抽选到的玩家才可以抢先购买一个东西，我把它搞到手了。I'm God， 真的是完全未开过，好不好？哇 ，Coming Light W 1.5 版，好不好？他们这次 W 的包装非常的小，跟第一版的包装比较的话，是真的小很多。它是一个长条形状的一个包装，然后这一侧的话是一个 Cyclo 的一个半面，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 Joker 的一个半面，就算是每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包装，不像以往 CS， 你看，有没有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超大一个，但是没有。稍微看内容物，我非常的好奇。哦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稍微比较一下 CSM 1.5 版的跟 DX 版有什么差别。它的说明书一样，有日语版、韩语版跟我们的中文版，繁体中文哦，非常满意。包装的话也不像以往是用透明的，是它这所使用一个半透明的一个塑胶纸的一个包装。这 1.5 版的涂装的话，相较于我们的 DX 版都是非常的精致，它基本上是完全还原剧中的一个配置。你看这边的黑色这个部分基本上是 DX 版没有的，然后各个涂装也是做一个升级，基本上这个颜色比较浅的是我们的 DX 版，然后这个颜色比较深的是我们的 CSM 1.5 版。你会发现颜色的比较上，这个颜色就变得比较生动，它是做了一个更混色、更深层的感觉，我觉得还不错看。DX 版的黑色部分一样都是用一个亮面漆，但是我们这个 CSM 1.5 版的黑色部分全部都是使用一个消光漆，以区别我们插槽这边的红色，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设计也算是蛮特别的。但是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，CSM 跟 DX 版本的大小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呢剧中就是这么大，所以它也不可能再加大。对，背后的话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是 DX 版背后，然后这是 CSM 背后，一样是采用一个消光漆，然后做的也比较漂亮一些。 CSM 跟 DX 版最大的特别，然后也区别我们的，你看它的卡槽片两边都可以拆除，不像我们的 DX 版有一边是直接完全死扣住，完全无法解除。然后呢我们 CSM 第一版本的话一样在左边一样是无法给摘除的，所以它算是一个还原剧中的一个设计，大家可以变成完全这样拿就可以了，这也算是 1.5 版出的一个目的。好，再来的话下一个区别，记忆体。但这次它记忆体的话一共是附赠 Cyclo、 Joker、Hito、Metal、Luna、Torigar， 附赠全部的记忆体，就是基本形态的那六只记忆体全部都有附赠。这个是 DX 版记忆体，这是 CSM 记忆体。你发现，相较于原本我们 DX 版的话，我们的 CSM 颜色在更深层的，而且它贴纸上面也做了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，让它变得更亮，然后去黑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好看的，就是更还原剧中。大家发现按钮部分的话，这边也是从原本的无色变成我们的银色，也是还原剧中的一个设计，所以基本上1.5 版就是将我们的剧中的还原更加的出色，比起我们的第一版的一个 CSM， 因为第一版 CSM 是基于 DX 版做一个制作，顶多就是涂装变好，但它还是以一个 DX 版作为模组。但是我们的 CSM 1.5 版的话，它除了复刻之外呢，也是在这个基础上，然后来将它的原本的元素提升的更像剧中。像是我们的 1.5 版跟我们第一版跟我们的 DX 版的一个差别，算是就这几个点而已。来，稍微听一下声音哦，声音面超大，好大。声音真的变得非常的大，我很满意。一点我们在它袋子上面也做了一个升级，稍微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吧？尼龙袋，因为第一版的话我记得是没有尼龙袋，所以它这升级的是目前 CSM 标配的一个尼龙袋。然后左边的话一样是跟剧中一模一样，哦，帅！我们家就稍微帮大家展示这个 CSM 的一个功能，我非常非常期待，因为我没有玩过 W 的 CSM， 所以算是我第一次玩的一个体验。然后第一只，哇，它光秤超大。再来第二只，好。你发现两个光超强，连这么远都还看到光。来啊！赛克隆尤卡。你发现他这一次在对于光身上，我个人觉得强化了非常多，这边超级亮，大家发现？所以他在光的强化上的话，比起低差版是更加的强大的。
有发现？光剑真的超猛！来啊！他这边光身的效果是非常强大的。再换下一只。哇，这光真超强，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它的光线非常的强。D 叉版光的效果是不够猛的，然后声音太小声了。所以这一版的话，就让声音大到爆炸。Cyclone Metal， 这一亮到什么都快看不见了。Hito。好帅！所以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全部的一试刷。我个人觉得 1.5 版好不好？当然好，非常好。我觉得比起第一版，我觉得它在各种的还原度上算是提升很多，尤其是记忆体的部分。虽然记忆体它只有提升音量，然后它其他的音乐计划是没什么变动的，因为本身跟剧中一样，也没有什么好变。所以，可是它贴纸有变，然后它声音变非常大，算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。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帮他试过，基本上一样。就是声音变得非常大声，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差别，稍微可惜一点。我以为他在必杀技音效可能会多加语音包，就都没有。对，他就是单纯的副科，然后再做颜色的强化跟记忆体的一个强化，所以也没有带 BGM， 也没有搭载任何的语音包。这就是为什么它叫 1.5 版原因，基本上它就只是把第一版的副科，然后再推出一次。所以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推出二版吗？有，而且机会蛮大的，我个人觉得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这一次是说你还没有入手 D 叉版，或是你还没入手一版的 CSM 的话，我非常推荐直接直升这个 1.5 版就好，因为第一价格优惠，记得在日盘那边可能才4000多吧，很便宜。这个算是很基本的一个 CSM， 就没有带任何奇怪的东西，所以我推荐大家是入手这一款。可是这个发货的话，可能是要等到明年4、5月的时候才会有机会有大量现货出来，因为我现在这是会长限定，所以特别的贵。好啦，所以呢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加面骑士 WCSM 的一个开箱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。每周每周是玩骑士短发面，我们下期见。